老师的手动，这也是一个假动作的反拍的放网啊。应该还是以控制为主。嗯。 就要抓你这个，投一个后场，反拍过渡一下，还是经验，经验丰富，打乱了啊！现在不知道从何下手，对。 经常呢，会判断出现错误。这局还是看一下对手了，会不会有所改变？嗯，重新调整自己的一个信心。第一局已经打到后面，已经。 拿下这一分确实是啊，对于穆斯塔穆索法的这个士气是一个提振啊。还是用四方球啊，进攻。 又是一个多拍，
是他不失误，尽可能的是把球四方球的控制。大家看到，其实林丹现在他不杀球，不是他不想杀，因为杀完球你要连接下一拍往前。林丹如果说轻易的重杀之后，下拍没办法衔接上，反而会被动，所以他在后场尽可能都保持主动为主。带上啊，整个的速度节奏啊，林丹被破坏。他也意识到，他还是要进攻。还是利用弱点控制对手，机会杀。勾对角，还是保持主动。反拍过度。这就是一个多拍啊，双方都很耐心。林丹正手放网，挡圆网，平。林丹也在想办法，主动抢攻。最后的这两分。